Hello， 我哋嚟到大家当中，想提翻大家9月9日记紧要去投票，投人民力量港岛团队4号神圣一票，系因为只有我哋先至系最有最坚定嘅态度，去为大家捍卫香港嘅核心价值。回归嚟到今时今日，梁振英都上场，大家嘅生活过得越嚟越差，贫富悬殊越嚟越严重，所以非常之咁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嘅政党进入立法会，去为大家保护香港核心价值，为大家守护香港。希望大家支持人民力量，让到港岛区可以实现4个泛民进入议会当中，制衡保皇党，制衡功能组别。我哋系人民力量，我哋并非如一般所讲系搞暴力嘅团体，反而非常之咁强调有节有理，并且系立场坚定，讲创意嘅抗争方式。就在今时今日咁样嘅政府，真系到我哋去发声，到我哋去抗争。所以希望大家嚟紧9月立法会支持我哋，支持人民力量，真正将人民嘅声音带入议会当中，制衡保皇党。制衡功能组别，制衡伪民主派，让到香港能够重新得力。多谢晒大家。多谢。争团体就系我哋人民力量，港岛4号萧若元、刘家雄、欧阳英健，多谢大家。力量嚟到同大家打个招呼，提翻大家，特别后生仔，9月9日要去投票，投人民力量神圣一票。我哋咧系同大家就后生嘅，系最有底倾嘅一个政党啊！你冇理由咧去指意咧嗰啲咁嘅传统嘅民主派啊，去同你咧有个好嘅沟通啊！因为只有人民力量咧同后生仔先至系 share 共同嘅语言啊！我哋明白到大家讲紧乜嘢，谂紧乜嘢，担心啲乜嘢，希望啲乜嘢，所以希望大家嚟紧9月9日立法会投人民力量港岛4号神圣一票。我哋有香港才子萧若元，仲有人民力量主席刘家雄，同埋我系欧阳英杰医生，系个家庭医生。希望大家嚟紧9月9日立法会要投人民力量神圣一票。住喺港岛嘅，记住港岛4号，唯有我哋先至系最有政治能量嘅团体，去制裁保皇党，去打倒功能组别，去让到香港议会不再倾斜。希望大家到时可以支持我哋，记住港岛4号，人民力量。多谢晒大家。